有看我上一条视频，我上一条视频就是在拍江水豆腐花，然后边吃边看。来的时候在这条巷子要找到豆腐花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找到了这一家炸春卷，它也是很出名的。那现在吃完了豆腐花，我们来吃炸春卷。摄影师强烈要求说我不要吃，我就解说就好了，他自己吃，看他吃。你准备叫做葱羹啊？是啊，是。你来到个罗虎菜啊？虎菜，虎菜加下啲萝卜嗰啲咩？加虾皮咯。阿食是你个白先？系，是咯。副主档。哦，我包的那个是啊。哦，我的那条狗海标，海标有包菜内哦。啊，海标是落到哦，落到古菜内哦。头先我睇你敲住敲海标哈，一直叫佢别个吐字咁样嘅咩噶？米红嘴。米红嘴。米红嘴敲个嘴出来，比较鲜啊，比较好。唔该，阿老大，你做咩会？今天帮大家唔该讲出来。是个皮嘅咩皮啊？米红啊。你家己话就做配嘛？嗯，都有。米粉，平时多一落几个葱同咩？多定嘅，多定用啊？我试汁定啊？诶，试定。唔系，唔系就用。你只间冇是配料做紧料噶？料，平时落几个配料做料啊？我哋差唔多，食得硬的，食得硬就再。诶。哦，我唔知条啲咩。咁定用乜料啊你？这外面整一整皮，全部是脆的。你看它炸的金黄金黄，就能吃到这个口感是大概是怎么样。那我们在吃里面的馅的时候呢，它是很香的。等掉外的膝盖啊，掉膝盖已经行了。这个苦菜它就腌落腌那些啊，对，腌酱。嗯，它里面的馅呢是带有点咸味，大部分呢是韭菜的味道，然后它有一家的虾米。对，你细细品的时候，你也能品到一些虾米的香，不过我还没吃到它的肉。真的吗？好，明白了，把它吃掉。你应该有生过，它直接包着就生梗了吧？咁多，该狐狸骨都黄骨呀。哎。哎，你啊，平时都是咁多时在拼黄雕。你黄骨呢？黄骨啊，好嘞，黄雕带，搞好嘞，弄些泥巴。姜桂桂哈，就盖盖来包葱羹。我喺呢已经冇得佢哋包糯菜瓜雕嗰啲啊。春卷卖完了就没有了，一般卖完的时间呢是在晚上的大概6点钟左右就全部都会卖光了。这种呢在这边是非常热销，应该是当地人经常吃的一种下午茶，哦，潮汕士力架。